Trouble。 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尚恩。今天带来是改版后的悟空大爷的三姐说。如果你看过我的上部影片呢，应该知道悟空的大招多了一个隐身的效果。那我们就来实际的看看呢，在实战中效果如何吧。如果你喜欢影片呢，请点个喜欢；还没订阅频道的话，也请订阅。悟空具体改动呢，就是开启大招的五秒内呢，可以再次隐身一秒。隐身的时候呢，可以增加跑速，可是呢，这个隐身是不会触发被动的。右上角可以注意到我们的触撞以及奥义。奥义部分呢，中间我们打的是 BU 哦，主要是 BU 的 CP 值非常高，很多角色都可以共用。而且 BU 呢，可以让我们趁当买出了兽魂剑的第三阶段，这样子呢就有足够的吸血哦，不太需要带夺萃。当然中间呢你要带精灵也是可以的，可是呢我是觉得这套触撞太多的攻速了，第一阶的兽魂剑呢跟第四阶的双刀都会增加大量的攻速。总的来说呢 ，BU 是一颗非常高 CP 值的 RE。这时候呢我们在专心的打野，对面玩家呢跟我们打个招呼，我在尝试回复他。可是呢，由于这个手机是注音的输入法，对我来说有点难。如果有时候你在游戏遇到我跟我打招呼呢，我没回复的话，八成是我不会打字哦。老实说呢，我并不很习惯手机的输入法，常常会按错。可是键盘打字呢，我却非常的快哦。以前高中的时候呢，还得过名次。学校的打字比赛好像是一个没什么用的技能。这边我们抓到地方野草，给他一套连招，结果顺利把他们两个英雄打残。敌方那个女人呢是艾薇，艾薇下面还有三只灵兽哦，灵兽触碰到敌方英雄的时候呢会恢复血量，因此呢他是一个比较难杀的英雄。而且艾薇呢是一等之王哦，一等应该没有人打得赢他。这边我们快速把古龙吃掉。悟空呢要记得要灵活的去玩哦。悟空的定位呢在于战士与刺客之间，正确玩法呢应该是敲一棒拉开，敲一棒拉开，不停的游击哦。并且呢利用我们走位跟二技能的位移，可以躲掉很多的技能。这时我们先来吃个蓝。我们这玩法呢，由于没有人去实践的装备哦，非常需要蓝 buff。 技能方面呢，主点二技能会比较稳哦。主点二技能的话呢，会有更高的物防魔防，可是一技能的冷却时间减免呢效益非常大。主点一技能的话呢，可以更多的使用技能，更频繁。这边抓到敌方艾薇，先把他带走。敌方艾薇呢要记得多留一个二技能或者一技能来逃命哦。艾薇呢非常磕我们悟空，被他绑到的话呢，基本上是死定的。你可以想象是阿莱斯特的绑。哦，这边顺利被敌方闪电侠溜走。悟空的被动呢，增加了一个15%的暴击率哦。红色出暴走的效益呢会更高。这边我们应该已经躲在草丛哦。这个领地到底是怎么看见我们？有点奇怪哦。而且刚刚我们头上呢还没有黄色的眼睛。可是最后还是顺利把他敲死。之后呢，发现中路一只残血的肉客，我们试试看呢。二技能普攻，哦，结果被敌方肉客撞开了。可是这时候呢，敌方两只传神英雄，大招运到两只。那最后敌方夜叉叫顺利逃脱，而艾瑞加拳头。刚刚敌方的肉客呢，他有位移技能，会撞飞接触到的目标哦，刚好被他撞到我们。这时候敌方洛克问呢，他会不会上电视？那这个不一定哦，因此呢，我们回答他一个可能。那这次我们是用麦克风来直接打字的。这时候呢，注意一下，敌方英雄几乎全消失。哦，我们的闪电侠退出游戏，难道这又是一场4-5？先把古龙吃掉，有点可惜哦。这边有两只英雄，我们赶紧利用我们的技能逃脱。如果被敌方艾瑞抓到呢，非常麻烦。先来吃个蓝，
可以追到我们号码还蛮凶的，很需要蓝 buff。因为可惜的是，我们利用被敌方击杀，这边抓到敌方空档哦，成功遇到两个目标，带走敌方闪电侠。那接着我们开启隐身的时候呢，我们左边的摇杆竟然停了下来了，有可能是 bug。这敌方洛克竟然回来，结果发现敌方艾薇尔，这边一技能马上好，利用一技能隐身逃脱，最后顺利溜走。如果被艾瑞大招绑到呢，非常麻烦。这时候敌方还在上路呢，我们赶紧把中路推掉，这样吃掉这一波兵线呢就非常赚了。哦，我们队友加一次叫出人头。那这边犹豫已经是4-5了，那敌方人多呢有三个，我们先别过去。我放了莉莉安呢，不能够一直出去送死了，他应该以清兵线为主，稳住守塔呢的敌方似乎才是正确的做法。这边看可以抓敌方闪电侠，哦，结果他还是比较聪明的。那没关系，我们先把这兵线清掉。这时候人们的经济非常高，结果来自莉莉安开隐身，运着他赶紧逃。这边还有一个夜叉，我们先拉开了，等等我们技能冷却，这边成功击杀一方夜叉，还有闪电侠给艾薇，那给艾薇一棒拉开，再进场一棒，最后一棒成功杀一方艾薇。那敌方闪电侠逃走，这一波我们抓两个人头。哦，这边我们的狐狸，果然是狐狸哦，非常的狡猾，把我们的蓝吃掉了。这边给闪电侠一棒大招，结果刚好躲掉我们的大招，有点可惜。这边我们终于买出圣剑。需要闪电侠跟洛克，我们先保持距离，等他们有空档呢再进场。这时候闪电侠血量非常少哦，我们看能不能收到这个洛克。回身敲这闪电侠，再一棒顺利把他带走。这个敌方洛克竟然要回来哦。那这个叫因果报应哦。如果莉莉安没有这么蓝呢，我们有魔力跟冷却时间，敌方洛克就会先死了。这时候我们尝试从后面来包抄，结果竟然来了一个夜叉。夜叉非常的麻烦呢，由于他跑得非常快，我的天，他竟然还在追。他该不会发现我们有一个队友在挂机了吧？最后呢，他以展示大招结束这个回合。那这边我们的红呢应该不保了。我们这少人队友还死掉情况呢，也许是很难守住的。我们先把能吃兵线呢赶紧推出去，最好敌方夜叉在下面。注意到像这种我们少人的逆风局呢，要以最快的速度把兵线吸引掉，然后赶紧撤，就要提前规划我们要做的事情。如果我们长时间留在中路呢，敌方可能过来哦，我们队友也可能会支援，这样子演变成一个少打多。我们先蹲蹲看，可以抓敌方后排，这边成功抓敌方洛克，我们想要一套完秒杀，结果被夜叉绑到。我们本来剧本呢是晕眩他之后再开大招隐身逃脱，可是因为体验服还是有一点延迟哦，我们隐身之后呢还是被绑到。那这边我们对官方有点建议哦，如果让悟空隐身的同时呢还附带免疫效果，免疫伤害跟控制，说不定会更好。那在悟空的大招呢是不能买炎魔战斧的，炎魔战斧的燃烧效果呢会把我们的隐身取消掉。这时候敌方林地冲了过来，我们这时候的装备呢单挑是可以打得赢他的，可是他突然冲过来呢，演得好像他有队友一样，演技非常好。旁边看到一个很快的闪电侠。那这边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有没有人知道闪电侠比较快呢，还是快银比较快？这边买出了双刀跟圣剑呢，有圣剑双刀跟兽魂剑，
我们的清洁速度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的快了，而且呢清明线也相当灵活。当然呢，这套出装还是需要一个蓝 buff， 我们需要蓝 buff 的冷却时间。那这边有个建议呢，玩悟空的时候一技能跟二技能一定要留一招哦，不要全交，留一个一技能或者二技能来逃命，然后我们的大招呢可以用来攻击。这边我们身上没蓝呢，我们要谨慎一点，以单挑来说呢，这时候我们非常强哦。可是要注意敌方有两个英雄以上的时候，毕竟艾薇跟夜叉呢都会绑人，非常麻烦。这边敌方有四个，我们要先撤。如果敌方持续追呢，他们可能会分散哦。哦，这边我们队友死了三个，抓到一个空档哦，给这个洛克一棒，然后隐身逃脱。回补一下再出来，这边敌方非常分散呢，他们的走位。那夜叉血量不好，我们打算直接把他收掉。这边看来他有点贪心，想要拆防御塔。我们追一棒很远吧，果然是身受之辱的金箍棒，抓到这个洛克，当然洛克也让我们展示了一个大招。理论上呢，悟空的被动接大招是来得及的，有可能是越南服有轻微的延迟的关系。这边抓了一个空档哦，顺利击杀敌方艾瑞。接着我们赶紧要吃个蓝，追到敌方的领地。这时候呢，敌方的死亡时间不一样哦，我们要好好的把握这一点。这边领地很有可能在附近的草丛，我们赶紧把赛路推上去。那这边有些敌方有不同的复活时间呢，他们很有可能会再下一波水饺哦。我们都有顺利击杀领地，这边敌方的洛克非常远，我猜他们很有可能会经过这一边哦。可惜我们利安有可能被他们看到。这时候敌方应该会过去吃蓝，我们等我们一技能最好赶紧过去尝试去偷。敌方开个护盾哦，我们赶紧逃。这边有蓝呢，我们还是非常灵活的。这时候敌方这次已经被拉开了，这个洛克捞单，我们先把他晕着，顺利把他守掉。那之后我们赶紧把这下路兵先推上去。这时候发现一个艾瑞，先跟兔子一起把他收掉。这个大招有点……这时候我们兵线呢已经推上去了，我们尝试了还直接结束。敌方死了四个，还有个闪电侠，我们要留一个技能来躲他的大招哦。使用二技能躲过，结束之后呢再给一棒。这边的兵线还不错，还有个炮车满血的，我们赶紧来直接结束游戏，逆转就靠这一波了。最后顺利四打五成功，成功吹敌方主堡。以上是我带来的改版后悟空死亡解说。总结来说，大招多个隐形呢没有想象中的强，建议官方呢可以让悟空大招的隐身触发被动，或者隐身的时候呢免疫控制哦。希望影片能够喜欢，还没订阅请订阅。我是上恩门，下次见，拜拜。